分隔兩地，你最掛念邊個？我哋當然可以喺視像啊，都可以見到啦。所以最掛住嘅反而係人。融入台灣，讓一切重新開始過。你識揸電單車啊？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同埋躍進嚟。香港人的台式生活，星期一起，星期一二晚10:82台 J2。